这玻璃也太厚了，安上去也不合适啊，还是我改装一下吧。好，这次不仅变成单层的，还有花纹了呢。改装玻璃哪有你那样整的，都是有专业工具的。你看我先用小刀这么一拉，然后你使劲敲就行了。哎，这咋还不下来，赶紧的给我下来，这也不齐呀、啊。拉玻璃哪有你那样整的，也是讲究方法和技巧的。敲这玩意儿你不能心急，你看我的是不是很哇塞啊。拉玻璃你不仅要有方法和技巧，你还得有专业工具。你看我用这小圆规往这一转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敲，是不是就下来了？拉玻璃那都不算个啥，你看我分割一个大青砖，你用斧头提前分割好缝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技术活。等一会儿一开肯定整整齐齐的。嗨，我这砖都垒上去了，这可怎么整？去你的吧，老子不干了。